海沙干群区感染事件没继续公开，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，国内近期没扩增，已经连续两年国内都没出现新增加本土个案。也台湾累计确诊病例数由429例，内有293人解除隔离。有关屯门干区群区感染事件，也总共有1916位接触人，指挥中心还在继续追踪其他位空间情形。停电规律最没善用提成的，政府没参考先前民众建议，推出副台湾防暑时间电最没发通。民众做得老大气，做得买最没建出去，由政府统一调度，总本是由医疗演出的单位也是国家。如经济部推出秋季消费的股票折扣，内容是违反了亚哈网接听。经济部总沈永进表示讲，现在疫情还能继续，亚哈上海储存结团，主要是薪资补贴，还有代理贷款。稳定性的大部分时间怕做不到的。五一连续假期人潮汹涌的观光路，交通部办年会发布加强版的1968 App， 全台湾234景点每分钟34来表现，四分钟会更新100。不过经过实际测试，有利的证明一枪没买准。美国还能压下全世界武汉肺炎疫情经验冲国家，确诊人数有渐渐的1,300人。一礼拜又会有机械组为基础防守重新启动紧急发通，不过拍强的防疫专家强调，三高起立的防疫措施应该很好的继续做下去。